蛋，一不蛋，一不蛋鸡蛋，大鸡蛋一把带一把鸡蛋，鸡蛋一不蛋，一不蛋鸡蛋，大鸡蛋一把带一把鸡蛋。哦，你的演艺事业在过去来讲不是很顺遂，很辛苦，一路真的，然后将来你就慢慢习惯。不是，没有哎，这么轻松讲哎，对啊，我们要今天以来也是要求新求变嘛，哦，不能好像人家说啊，他只会演戏，然后来综艺节目干什么？想变什么？因为我本身以前也在，你干嘛心虚？我在夜店里面有任职过嘛，所以夜店里面就有音乐。对，今天不是表演调酒，那调酒太好。Bartender， 你们以为都是假的，对？好，来 ，Grasshopper 里面是绿色蚱蜢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。哇！在想，在想，喝酒，个屁！绿色薄荷酒，绿色薄荷酒，对，能再来呢？那就蚱蜢了，蚱蜢要去吃下去，真的蚱蜢吗？那是什么？很久没来，因为它里面还有加有奶，因为它是浊的。Bloody Mary， 血腥玛丽我就会了啦 ，Vodka 啦，番茄汁、芹菜条，然后辣酱油，然后还有那个东泉黑胡椒，东泉的哦，对，有没有看到？真的是 Bartender， 真的啦，不是，今天我真的要表演是 DJ。DJ 叫的，你只要过我这一关，你就可以表演 DJ， 好不好？好，请问 DJ 的英文全文 ？Disc Jockey。哎呦，哇！哇，这一定要会的，有准备。刷盘 Scratch， 但 DJ 在我心中只有一个人可以称之为 DJ， 罗百吉。开到320，外貌要好看，他是有内容的 DJ 哦，外表而且要知名，对，至少排全世界全球百大，只有一个，蓝心蕾，我们讲蓝心蕾是还要舔一下嘴唇，我要想一下，太久了，蓝心蕾百大 DJ 第六名呢，第六名。他是我的指导老师哦，有真的。然后我们日以继夜的不停的训练。等一下，你的意思说他要出来跟你一起表演？对，当然。我的妈呀，我竟然浪费那么多时间在问你，完蛋了！蓝心蕾，还有马里奥带来的吊打 DJ 台。耶！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the 综艺达人们 in the beautiful night. So now we have a special DJ party. Let's welcome the Xin Lei and Leo. 接的不好，
用回，今天晚上就算有差也不用回。把你的拉风扇都放在风小子们就是，小子们就是，心里想的是啥子？就是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小脸帮我拍新的小姐拉财妹，就是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小脸帮我拍新的小姐拉财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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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要让他开心快乐，嗨哦，好嗨，好嗨，真的很棒，真的会嗨，真的会嗨，感动嘞，对啊，好会带哦，干杯，干杯哦，好想干杯哦，对对，你那个动作，来来来来来，评审老师，我觉得那个再次的验证了音乐不分国界，也不分语言，没有，那听不太懂马哥说什么，但是好像又感觉到他叫我做什么，对，很喜欢听他在那边乱讲。我那个里面 rap 里面学了韩文，好，还有广东话，但我好像有听到什么养狗养马，养狗没有，哎，养马，一米的，一米的，一米的，十米的，十米的，十米的 ，smart score score， 哦哦哦，我养的狗四米大，四米大，你养的马一米大，一米大，对，你养的是马是狗 ，smart score 叫韩文 ，score， 哎呦，还有其他一米大，一米大，来来来来，新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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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这是来宣传我的那个写真书《心有所属》已经上线喽，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，就到各大平台都可以买得到。哦，买得到，买得到。到台湾所有的地方去拍摄取景啊，宜兰啊，然后去海边啊等等。希望你数位写真大卖。对，谢谢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跟他配合 OK 吗？OK， 我觉得非常开心。只要有任何挑战，不管多么艰难，只要有美女老师，我就全力以赴。对啊，又有教他一些，教了很久了，可以吗？非常的 DJ 的这个素养嘛，还有潜力哎，因为他就是还蛮会带动气氛的，对，超会，对，就很好。可以哈，是。那在刚在机器控制上呢？都是我在弄，都是我在弄的。哦，全部都是我在。刚刚我有旁边看的。哦。还有转一些效果啊！哦，有效果，效果。DJ 就是有些效果。转那个钮，转那个钮 ，button 很重要，跟 scratch 分数放在老师心里哈。这种就直接讲出来没有关系啊，就是目前第一名。有没有需要改变的地方还是什么？没有，我觉得刚才气氛真的都很好，大家就是不你讲的好敷衍，怎么会是讲气氛？我刚才讲到五二七看股股，五二七看股股，五二七看股股，五二七看股股。有这句吗？有这句？我有讲，我说五二七看股股，五二七看股股，五二七看股股，五二七。鸡大一不大，一不大鸡大，快嘴快嘴，比熊掌还快。嗯，对啊，我是鸡咕咕，那是鸡咕咕，对啊，有了。累了是？累了。好，只是老狗累了。等一下再给，好不好？